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Kelvin， 叫妹妹，欢迎来到我的凯文日常频道。叫妹妹，知道你叫妹妹。今天是周二，我们刚刚是吃饱才回来。今天吃饱，我吃饱了。知道你吃饱饱了啦。我自己还在大。关注，说今天我们会做一些年饼，包括蜜蜂窝，相信你们都吃过。在新年的时候。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必备的一个年饼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准备那一些佐料。爸爸，我要去改改。不要每天改改了，今天下雨不能改改。今天要在家做糕。在家做。好，那我们出发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曼定这里的一个叫 Rakan， 就是这一间。那小家伙，你看，跑进去了。就是这一间啊，这间有卖很多东西的，相信曼定人都会知道。等一下，要买这些饼，装饼的桶。逛街哦，你逛街是不？看这家伙装里面的，哎呀，那么多不够装，拿了这个装小家伙。嗨，跟大家好。新年要到了，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很多人都买去做了。新年好。这个是一公斤的，十块九，这个是冰块的吧？应该是白色不一样吗？这是做黄米饼的。拜拜。还要坏蛋吗？我要吃。No。我要吃。Cannot 啊 ，You see？ You want cat 啊？啊，我给你看 cat， cat 在什么？在洗洗身体是不？自己的体。OK。这个。知道 ？K 不懂要看的吗？爸爸要摸，要摸。哪里能摸得到？还要摸，还要摸去。来。大家好。我叫 Kevin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妹妹。你叫妹妹。妹妹你好，没错，今天拍照，没有拍啦，那边没有东西，屁股放屁忘记了，今天我们要去那里要乱乱来啦，我要去改改，你又要去改改，不要了，妈咪煮，我要去改改，我们回家睡觉，我要去改改。再来到曼定的 e-concept， 等一下给你们看一看我们曼定 e-concept 的卖的价格。e-concept 比一比我们的价钱哦，大家。进来了。我们先来看今年的肝多少钱，25.88。这个是这样子的，里面有多少个呢？
16个，25块多。哇，还有30多块的，这个是32块8毛8，这个多4个，20个。L size 的杆19块8毛8 ，size 就14块8毛8。新年要喝酒的 Casper 132块6毛8一箱，呆哥的话呢是129块8毛8。不知道你喝的是哪一种，我是不喝酒了。店里 ，Angus 生意是很多人找嘛，对不对？呀。怎么卖到50块啦？50块8毛8，这个是仙女 ，Angle 是仙女。之前还有46块多的来看，今天来看就变成50多块了。百事可乐12块8毛8，12瓶的。可口可乐24瓶的28块8毛8。包装水，我们去看一看包装水什么价格。米的价格会贵不？看看这个不会贵啊，48块9而已。精阳的话就56块8毛8。之前不是闹米价吗？马来西亚米的价格不是很贵吗？现在应该不会贵了吧？来，我们来看包装水，20块8毛8。菊花呢？菊花应该比较多人喝 ，Mango 的这个菊花多少钱？菊花是17块4毛8，跟 KL 比的话应该比较便宜是吗？都是17块多 ，Rose 的也是17块6毛8。啊，目前看到最便宜是 Ringho， 这个是14块8毛8，最便宜是这个。走，就是这样啦。那我现在要买我的东西啦。那我要来买这个椰浆，他叫我买5瓶是吧？不懂哪一个的，应该是2.8块的小瓶的。我们现在来看油的价格。这个29块7毛8，马来西亚报。2.5块的政府补贴的油，真的是没有看到了，被人家烧光光了。啊，这里写着，你那白克一滴肉输到哈比斯，就是代表已经完了。红英油。怎么这样便宜的？高标油才28块多、啊。今天喊油价，油的价格贵的。现在你看油不会贵啊，28块多。今天我只是大概拍一拍而已哦。如果你们想看什么价格的话，比较一下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知道。我看如果有过来的话，我再拍给你们看。看看我家里的这个乌龟，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。
今天第二天，昨天没有什么拍到视频，因为晚上做了一场小小的直播。今天呢，会带你们去吃，带你们去吃。我们这里叫沙巴，沙巴。啊，不懂你们吃过没有？班丁有一间蛮出名的沙巴，是在呢朱格拉那一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。是可以去爬山的，舟山，但是现在政府好像不可以爬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开，希望有开了，很久没有吃了。没有看到车，有看到车了，还好有开，就在这里了。这间不错的，如果你们没有吃过，可以来这边尝试一下。我吃不到，因为我吃不到。就在这一间。看到这个小叮当的雷狗，这个是雷狗来的，是吗？还有皮卡丘，蛮可爱的。这一间应该卖肉干的。这间是不错吃的，所以你们可以来试试看的，没有介绍错的。它是用这个锅来做咯，来煮，坐在这边吃，还可以看这里的山，这算是山挺惬意的哦。它就叫沙巴煮饭。他没有招牌，所以我拍这个给你们看。上来了，它有苦瓜，还有我们叫巴金呀。喝这个汤喝了应该会降火的。可以再做梦，可以害怕泡是吗？是吗？弟弟没有放了，没有放了。还有弟弟在那里放，在那边放，不怕不怕。要走了，给钱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饱饱了，刚刚这样吃了30块五角钱，包括水，你们说便宜吗？还可以了，吃光光了。小的还有一些还没吃。这家伙要喝维他精，看他怎么开。你怎么开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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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弄好了，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一边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记得还没订阅的朋友按订阅，还有分享和按赞我的频道，谢谢你们，好，拜拜。
Bye-bye.